guys with that pie. We're at where are we? We're at Dong Ya Hai Xian Zhu Chao. Today we're going to eat Zhu Chao. Okay, okay. But her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Yes. We have to wait, because here... We haven't checked the price, we're going to start eating. It won't be too expensive. It's too expensive, Gary Huan. Gary Huan is the most rich in the front. Can you pull it? No, I can't.我们先稍等一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你们看什么是主啊什么是点菜来观众我们现在在点决定给他们 menu 没有picture的我最讨厌这种你看撕下来的话七块钱本来是多少钱本来是六块要起一块钱的两位小姐请问你们今天要吃什么？你们点，我不会点。我们点，快点，我们点菜，点点我帮你看点。OK， 看先。好的，等一下回来。中小它的分别多大？多中多小？OK 啊，中的是给几个人吃的？要看你点几个菜，我们会跟你分配的。你运是熬的菜呢？熬的完了，我跟你说价钱，你考虑一下了。好的好的。所以没有来大中小吗？有大中小啊，就是我是说，他帮我们算，你要是四个人，我帮你们调配，你们四个人呢、啊，你看你点的菜多少了 ？OK 可以，我要赶工，有没有？有没有三八赶工？三八赶工。好，马来风光。OK 还有。沙，你们要铁板豆腐？沙包豆腐。沙包豆腐可以。还有咕噜油。咕噜油。应该要什么吗？还有外油。你们要鸡肉哈？鸡胗。放心，鸡肉我们的招牌沙包里的，稍稍的有一点香香的，有一点辣的了。什么哎？沙包鸡最下面那个干香鸡骨。干香。不会很苦的，煮了就是鸡汤上的有没有苦？有，鸡肉当然有苦了，可是。你们东西很方便吃的。比较没有这样多苦。那当然了，都是我们选出来的鸡肉。自选出来的鸡肉的。喜欢。不喜欢的就虾酱鸡了，虾酱鸡都是鸡肉来的炸的。就没有骨的啦。你要虾酱鸡。虾酱的。Do you want other stuff like not chicken, not meat? I think take tea better because other things are not tea today. You all don't want soup, right? You want to get tea? We want to get tea. Anything else? Okay. And then 4个饭。这样呢？你们喜欢吃菜呢，还是吃肉呢？菜啊。菜跟豆腐哦。菜和豆腐，那肉呢？沙包豆腐给你小的了。还是我们鸡拿小。鸡拿小的。鸡的分量很小，本身就很小，你们4个人呢，给你小的，给你中的了，吃块的，咕噜肉给你小的。这鸡腿是很好吃的，我们的招牌了。我要醋要大一点。然后沙包豆腐多。沙包豆腐给你小的了，因为它在沙包里呢，怎么说呢，这一块小呢，区别很少，就是肉的多。马来风光呢？马来风光给你弄的了，这样你看咕噜肉还是虾酱鸡也给弄的了。这样就是差不多32块吧。32块对不对？他好像问你要酱鸡还有咕噜油，哪一个要多？他不是说那个鸡比较多吗？你喜欢鸡肉还是咕噜肉？所以啊，鸡他说总的。鸡 big one 还是咕噜肉？鸡 big one 多。对。I think 鸡 one big。OK， 鸡大。鸡大的。鸡是给你4块了，咕噜肉给你8块，这样一共32。跟那个咕噜肉，它会不会跟中的跟小的会不会差不多一样？
会比较多吗？咕噜肉有区别，因为咕噜肉它是一粒一粒的嘛，它多一点就多了。所以你要。Anything else you want? 所以。蛋 or something. Anything? 你们还在这里。是呀，马来空锅给你八块的了，砂锅豆腐六块的，咕噜肉八块的，下面鸡十块的，可以吗？这个饭。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OK， 可以，谢谢。放多。吃的愉快，再加菜吗？可以可以。谢谢。诶，小玉刚才没有拍到，再多一次。你吃饭，吃饭前的心情是怎样？兴奋。你呢？你呢？饿死了。我超饿的，哇，来了那个菜。哇，这是马来风光。